Weavers Clone Festival 第二天舞台上房时赫登台，弹吉他演奏《我有女人》和朴正勇一起表演。两人过往在 JYP 共事，朴正勇感性说到，时隔22年再次由房时赫弹奏吉他，而我来演唱这首歌，似乎对于两人的友谊感到十分的珍视。不过房时赫一上台，现场粉丝就发出了嘘声，因为 HYBE 与耳朵争议，让舆论都看清 HYBE 高层丑恶的经营内幕。房时赫说要把 aespa 踩在脚底下，还有故意不和 NewJeans 打招呼的言行都被曝光。近日房时赫和 BTS Jin 在退伍后晒出合照，也被 ARMY 炮轰在蹭热度。房时赫与朴正勇一起表演，被观众们批评为什么花钱要看到死胖子，在表演后引发激烈民怨。